好球，转换进攻，砸后框，霍尔，好球，就是看你这个假动作，我真的成分在多少？对，就是他是在看你防守人，看你防守人的防守动作跟你的站位，你如果站位有问题，你感觉是准的。库里，小老大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这有点大啊，动作有点大，可以吹的，嗯。维金斯，今天维金斯给我们展现出他那种进攻的欲望。这个刚才波尔打得特别有这个意思。再来，今天维金斯有大量的拦底进攻，好球！波尔一看，低位是顶不住了，想要从身后去抢断，跟总冠军擦肩而过。哎，好球！外线。这球投了坚决，一个击了，对面卡住了。哈哈哈！又一个三分。看来讲就贴身防，所以库里去做掩护的时候，这个质量就特别的高。是的。好球！霍明加。这第十二，也不算太差。好球！伊戈达拉的抢断，啊，这个机会来了。好的，对不对？这个机会就来了，外线三分掉。因为等没事，来了，背传能打进吗？神了！又是一个抢断，这勇士每一个球员都主动进攻。维金斯，又一个，库明加要扣了，肯定了，厉害！我今天勇士打出了，全队打出了那种能量，任务就是反击啊！维金斯。再给库明加，只得了12分。哦呦，或者说，那库里这你不会吧？连续 crossover， 布朗、武切维奇啊，都有身高。奥古波特，面对公牛，面对自己的老东家，波特，再给普尔，维金斯，机会出来了。武切维奇拼完篮球回不来了。其实呢，武切维奇也很努力的，哥们实在是跑不快。奥古波特。拉开以后给到普尔，好球的时候今天总要找重点，那现在呢找重点肯定找库里、抓不住重点了啊，是吧，他、又一个维金斯半场73分，但是70分等于是没有汤普森啊，过去呢他那个70分还有杜兰特，比在场上相对温和，哇哟78分，这奔八十的一球想要冲80吗，不得了，这个不得了。